干扰器现场视频。本款遥控器针对国外市场独家研发，采用九伏干电池，此款电池在国外市场是可以购买得到的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公司的微信号97072010，97072010，以防上当受骗啊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款遥控器的一个使用方法。本款遥控器干扰哪门压的大就出哪门，哪门压的大就出哪门。好，咱们进入场地，把一二档开启啊。咱们看一下哪门倍数大，咱们压哪门。这一把是红色孙悟空，倍数比较大。那咱们先压一个红色的孙悟空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别的可以随便压，哎，随便压啊。好，接下来倒计时十秒的时候，我们进行干扰。好，好，接下来看看结果是什么。倒计时十秒、八秒、七秒都是可以的啊。这把的结果会是什么呢？好，红色孙悟空，咱们压的最多的一门红色孙悟空啊，中了。效果非常好，过市面上所有的报警器。好，接下来呢还给大家压一门绿色的孙悟空吧，好吧。哎，别的随便压啊。好，进行干扰。好，看这一把的结果啊，本公司唯一微信号97072010，97072010。好，看一看绿色孙悟空啊，压的最大的一门。